爷的盆栽一盆50块，我问他为什么这么便宜，他说薄利多销，过得了生活就好。你有在南机场夜市看到过这个卖盆栽的爷爷吗？因为卖花阿嬷的影片，有网友告诉我这个爷爷需要帮助。昨天来他看我没出来，原来是因为生病在家休息。爷爷的盆栽一盆50块，我问他为什么这么便宜，他说薄利多销，过得了生活就好。刚聊了一阵子，从家庭聊到年终当兵的故事。爷爷说他做过工，种过田，不怕苦，但因为年纪的关系，所以选择卖盆栽。家住南机场，但每一两天就搭公车去山下买盆栽，还自己搬回来。太太因为一场意外行动不便，为了负担家庭开销，所以从10年前开始做这个小生意。他都在西园国小门口和南机场夜市两边跑，就算是雨天也会出来。刚买完盆栽，去买了瓶茶给他喝。他说他喜欢喝这个无糖的，也是因为糖尿病不能喝得太甜。心真的整个揪成一团，觉得他很辛苦、很开朗、很亲切。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，希望爷爷有天可以在家好好休息。我老了呀，爱给人家借钱，很辛苦。啊，对啊，赚不够啊，平常还是不够行情。你几岁？81。81。那你怎么还会出来卖？我要走了。那拜拜，下次再来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！你有发现其他最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